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见到你笑，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水洗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自由却不是方向，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旋转出生命的美妙，有了伴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见到你笑，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水洗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穿僧鞋衣代表持戒，如果你能够持戒，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虽然我们没有持戒，你是在家人，但是你愿意啊，跟出家师父要一块袈裟布放在身上，那你也可以得到持戒的功德。所以今天有准备一片袈裟布要给各位，这一块是在印度菩提盖亚那边有一尊弥勒菩萨所亲自做的释迦牟尼佛的像身上的袈裟。那我们有个习惯，就是说每一年一次你供养一件新的，然后旧的就送给你，送给我们，我们就给它剪成一片一片。不过这个也很够大片了，你回去可以剪成十几片，一小片都没关系，一条线也可以。你先生开车最好车上贴一片，你儿子骑摩托车身上放一片，你身上有这种佛像的袈裟布，好不好？还要共衣，共衣。好，那也要感谢刚刚那十位菩萨这么庄严，走路都快跌倒。但是他们以后会更庄严，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一个身体这么清净来供养啊，这也是个功德，为他们鼓掌。那现在我们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这个咒如果你能够背下来，也功德很大。你只要念这个咒的时候，十方诸佛菩萨都得到供养，而且这个供养的功德马上融入到地狱道、恶鬼道，那些受苦的众生得到供养的功德，他们就可以脱离恶道，至少脱离三恶道。所以各位念一次来，嗡阿穆嘎波扎曼那班美班扎拉丹塔格达波罗格底三曼达扎萨拉哄。我今天在浅草观音寺抽一支签啊，这个签的意思告诉我说，所有的离苦之道都是佛法，不要说哎，我是净土宗，我是密宗，我是什么宗，把它切开了，帮助所有众生的佛法，那这些我们都要学习，都要合在一起，这样来弘扬啊。第二句话好像告诉我说，不要太烦恼，意思是说
虽然我很想帮助众生，那有时候我会有一点忧心忡忡啊，他说不要烦恼，尽力就好。第三句话说，自然就会有很多财宝，就会有很多福报去做很多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斯里兰卡又救了108头牛，今天水洗一下，水洗不要钱，你只要心里说哇好累，你功德一样。我们这十年来已经救了25000头牛在世界各地。今天上午在伦敦我们又落成了一个塔，连当地的市长都来，爱丁堡市的市长都来参加。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去，但是他们要我录音告诉他们佛塔代表什么。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那是死人的东西。佛塔代表人格发展最圆满的。当你用身体去绕佛塔，身体健康，要这样讲。当你在绕的时候嘴巴在念什么都可以。我们在佛塔上面写个南无阿弥陀佛，老外还问了老半天，他们还打电话给我，师父解释解释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我说就是我爱你，我老外说好。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希望你快乐啊，我希望你去净土啊。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爱你。所以然后呢在绕塔的时候嘴巴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还给它翻成英文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心就会变成爱，因为佛塔代表佛陀的心，菩提心。那因为他们这个植物园是放在他们英国战争死亡旁边，弄了一个很庄严的植物园给大家参观，所以说佛塔放在那边，只要有人去绕佛塔，那边的亡魂就可以超度，因为用爱跟慈悲的力量。但是佛塔也代表人要成为人中之塔，就像京都，没有京都的一栋房子可以超过京都五重塔这么高，因为塔代表最圆满的意思了。人中之雄，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对众生有帮助了，那你就是人间的佛塔。所以有佛塔在就代表有佛陀在，有佛陀的心在，也代表一个身口意圆满的没有伤害众生利益众生的状态。你看老外这样听喜不喜欢，所以他们就决定那我们拨很宽多块地让里面盖。我说哇没钱。哇那没钱啊。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很好，但是不要谈佛教，我们讲的是真理爱。因为有这个佛塔就不会有战争，因为他们是为了超度那些战争的嘛。所以外国人很喜欢把圣母玛利亚把十字架放在那些纪念碑上面啊，就希望他们得到神的爱。哦，原来佛塔的力量啊，又可以透过人去绕佛塔而产生有佛的力量。所以你如果你的身体经常去绕佛塔，出身高贵，身材好，声音好听啊，来世升天。所以各位下回在东京也多造佛塔好不好啊。东京有三重塔五重塔，塔不再大，你只要有就好了啊。当然有福报就盖大一点，因为让别人看到那个塔。念一下，建塔得解脱，建塔得意念三宝，建塔升起菩提心啊。所以在佛塔里面就会放着佛陀的圣物或是佛经。所以我在这边啊，我希望大家多抄心经啊，金刚经，我明年来收一收，我要把这个大家手抄经装在佛塔好不好啊。手抄的呢，手抄的比印的好。我觉得日本寺庙有一个好处，他们我们这次几个寺庙他们放了那个般若心经啊，然后让里面的人去抄抄抄，外面写的抄完20分钟1500块日币这样。我们是免费，对不对？免费大家抄心经，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日本定价也有它的好处，大家就守规矩，也没有高没有低嘛，在里面就不用什么人际什么交际应酬啊，对不对啊，这样就大家比较自在一点啊。但是佛教真正的出发点是免费的慈悲的啊，那这些要靠我们华人啊。牌位免费，念经免费，对不对？自动供养就好。自动供养一块也是啊，合掌也是啊，不要把金钱跟那个化为平一在一起，
那这样那个乏味就少一点点啊。所以念一下，身心即是道场。对，那么你把这个悲心、菩提心啊、善良的心放在你的身体，讲语言，你的心态让别人感受，你走到哪里就代表佛塔啊。也所以各位要用我们的一个佛性，就代表一种悲心、菩提心去对待人事物，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刚刚在供养，供养得很快乐，从今天开始来让所有众生快乐，天天供养众生啊。像我们今天经过富士山，昨天经过富士山，我就一直念这个咒，嗡阿摩嘎波的供养富士山的圣神啊。刚刚我又特别写牌位，回向富士山下自杀死亡者啊，因为他们给我看那个有一个森林死了很多人自杀啊，也希望他们超度啊，希望他们离苦啊啊。但是他们会到富士山，就是对富士山相信嘛，因为他那边是圣山，他也希望他死了以后超度吧。只是很可惜，他不知道自杀的真相。自杀的人，你至少要重复7次的这样自杀。比如说你在那边上吊自杀，那你就永远吊在那边，叫吊死鬼。然后以后你要找一个替身，不然你超度不了。所以有自杀过的地方还会重复一直自杀，因为他想要找一个来接替自己，结果找一个自己也没超度，但是就是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现象。但是因为自杀的人不了解，所以因为真正自杀不是身体，杀掉我们的恨，杀掉我们的贪，对不对？这才是自杀。所以佛陀叫我们出家人叫自杀者。自杀者是什么？杀掉你的痛苦的心态。你没有痛苦的心态，就没有痛苦的轮回，而不是杀掉身体。这个身体留着可以让你去断烦恼。如果你逃避了，所以安乐死是不是自杀？安乐死也是自杀。西方人把那些马，哎呀，不能走了，就把它安乐死，那个都是杀掉它。啊，对狗安乐死，那就杀掉它。所以，那我想各位要了解佛法，你才会知道哦，什么才是真相。不然以为说安乐死是一种快乐，安乐死以后那种痛苦也没办法形容。所以因为生命死亡以后这些真相，各位还是要看看佛经，听听佛法。那我认为在东京讲佛法的人不多，但是各位事实上书很多啊，一个人会念，像我们司仪这么会念，他负责念，我们负责听就好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因为人的耳根很特别，你自己看背不起来，但听永远背得起来啊！别人骂你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听的能力很强的啊！所以有人在念，那有人在听，那这样就一直在传递佛法。所以这个叫口传，口传就是最好我念的跟佛陀念的一样，不要改变，改变了就换了味道了。所以我认为能够念给别人听啊，像被大家认同这位法师哦，印光大师的法语，弘一大师的法语，那一个念大家听好不好啊？所以各位声音弄好听一点，如何声音好听？给我背下来，不骗人，口才才会好，不骂人，声音才好听，不讲别人是非，说话才有人会听。不讲没意义的话，讲话才会清楚。舌头要绑安全带，各位要开始修啊！啊，你不这样修，像我师父要求我修，所以我下台很少讲话，我很少聊天，因为我师父说喝咖啡聊是非，啊，所以我很少聊天，我都一个人比较多。如果我要跟对方讲话，都不离开佛法的目的内容。脑筋要想，要想如何弘扬佛法，如何思维空性，不想别的啊。如果你要想是非，想痛苦的事情，想不完的，你不要去想它，这个叫修行，保持正念，身体不要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啊。你身体去做义工啊，去帮助老人。像各位你在日本要不要发财？没钱很难生存啊那如何让自己发财呢？
多用你的身体去老人院、孤儿院、去公园去帮助别人，那你就会很多贵人来帮你。不然你就是从头到尾就你一个人在忙，忙死人，没有贵人来帮你。所以各位，你要用你的身体主动的去帮助别人，用你的嘴巴主动的去称赞别人，啊，多称赞别人，怎么看都有优点。像我每次坐电梯，哇，今天早上坐电梯，哇，有一个日本人老人穿得好帅，哇，帅，比较帅，他的衣服帅，我看他很高兴。我不会讲日文，但至少他我表达善意，他一定会说，这个和尚也不错，你看他又种了一个善根。而且我这个人平常不笑的，但是我看到人我就一定要强颜欢笑。那现在已经有一点习惯了，很多人还跟我说，哎，看到海涛法师下面都在笑，我说那个是演戏的了，但是演久就像，啊，演久就像，常笑不会老，啊，所以念一下，修忍辱，常微笑，脸相端正，口才好，钱多多，对不对？朋友多，死后生梵天。爱骂人者，爱生气的，丑八怪，声音难听，穷，死后下地狱，自己决定吧。这个叫智慧，智慧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叫智慧。啊，所以那你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引导你的眼神，引导你的嘴巴，引导你的行为，更重要，引导你的心。啊，你的像我们车子导游这两天眼睛红到不行啊，我拿眼药水给他也没用啊。后来我们就请我们打坐师傅，你给他看一下为什么眼睛红到不行。师傅要讲吗？跟他讲没关系，看那个不该看的东西。他可能在房间看了一片了，看有料的哦。哦，眼睛有来吗？没有来，没关系。所以各位不要乱瞄啊，眼睛要正，看佛经，看佛像。手机打开里面有很多可以看的，不要看啊，看法师说法，对不对？看浅草观音，要去看佛像，你的眼睛会端正。所以人看相就知道他的心态。所以我们学佛，首先你要念一下相信因果，善有善报，心引导行为，行为创造命运。这就是佛陀早就给我们讲的真理，不用再去占卜都没关系，你只要相信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像我现在给各位一个快乐，我蛮严肃的，那我上台就比较幽默一点，所以我就心情很好，身体很好啊。如果上来一直骂一直骂，我看我等一下就中风了。我给人不高兴那不行的，所以给父母快乐的人身体永远健康啊。所以各位无论如何要做老来子，让父母快乐，讲父母喜欢听的话，你会觉得说身体很好啊。特别女孩子，你喜欢60岁看起来像40岁，那你要多讲一些好听的话呀啊，多让你的长辈看到你想到你就很欢喜，那个就叫很有人缘，他到老那个脸还是很有人缘，很好看啊。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注意，当然可生气的地方不要生气，那才叫修行嘛。忍辱，不但不生气，还先讲好听的话给他听，等一下再骂他啊。所以佛陀说一定要先让他快乐，接受你，然后你再讲你哪里错，你不要一针见血，对不对？所以当然禅宗讲一针见血，那是他想要修行的可以啦，他如果还没有修行要先赞叹，赞叹赞叹久他才会来拜拜啊，方便。但是赞叹的动机不要为了金钱或是自私的动机，佛教的主题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因，自我中心，这个我执是生命轮回的根源，一切都不要为自己想。慈悲才是快乐的因，成佛的因，做什么事情为别人想，不要为自己想。所以我的师父也常告诉我，你以后你们出家了做法师，千万不要为自己想，没有庙没关系啦，身心就是庙啊，慈悲就是道场啊，啊，
千万不要让信徒有压力啊！啊，他已经够病了，你还跟他说点灯500，那没钱就点不了了。啊，他已经够穷了，你们点灯500。啊，我很有福报，我拜到这种师父，不要钱的师父，我家里很有钱的呢。然后我要出家，我师父说不要带半毛来，我说师父不要带钱怎么出家？反正你不要带钱来就对了。啊，你要出家把这个钱。把全部供养完，好在我太太全部把我扣死，她就不让我出家，所以我也没钱带。啊，好在还剩下1000多块台币，就赶快供养完了。那供养完以后，出家才知道啊，要做衣服啊，要钱呢、啊。啊，结果我师父就带我去一个寺庙，打开那些死掉的出家人衣服还俗，你就拿来穿嘛，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穿那个已经人家还俗的。或是死掉的出家的衣服，你穿了就不会还俗。哎呀，我师父还真爱我，他不让我还俗啊。所以像我名字叫海涛，之前就有一个出家人叫海涛了，所以我的名字叫海涛。那我跟我师父说，那个海涛我还认识他，你干嘛跟我取名字叫海涛？我师父说，你不知道啊，师父就是不叫你还俗，才叫你海涛啊，因为那个海涛已经还俗了，你再用海涛就不会还俗了。哎呦，宝贝名字哦！啊，那我师父给我叫海涛，那你就海浪滔滔啊，不要闭关啊。因为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不喜欢讲话，喜欢打坐，喜欢看经典。我师父说，你的名字叫海浪滔滔，永远上不了岸，就去吧。啊，但是我要依教奉行。但是我师父给我这些传承非常好。发菩提心，像我师公发菩提心念佛啊，这个最重要，传菩萨戒啊。所以但是菩萨戒不是用传的，是用给别人感受，你是个菩萨，对方也会感受到菩萨的重要啊。佛教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个内心。所以我认为日本佛教的外表非常好，再加上我们汉传佛教的这种内心的层次合起来就 OK 了啊，西方人的这种自在，这种实践，西方人做事情也很认真啊，但是他们比较个人主义一点，你就要去爱对方，他不懂啊，他只有爱自己的人，然后别人不能侵犯他，那这样要来修悲心就不太容易。但是他们的落实这一点还做得很好，所以西方的电影，西方的一些技术还是我们可以学的。所以现在的道场，你想地球是道场，各位既然跑到日本来了，每个国家都要跑一跑，好不好啊？最好每个国家住半年，要有钱才行的。然后每一个地球的人类的文化，众生的苦，你都要去了解，要去见妈妈。什么叫大乘佛教？来，母子相遇，你跟任何人见面，那包括一只蚊子来叮你，那都是妈，会叮的妈啊。你要有那个感受，哎呦，感受到，为什么叫母子相遇？就是说你要感受到对方对你的恩，你要感受到对方的苦，就像你对你的儿子，你自然想要他快乐，这个叫慈，你一点勉强都没有，你就是要给他快乐。慈必须一种内心的感受，你自然的要给他快乐，你自然要承担他的痛苦。修行不能在文字上，而在文字上，在表面上。你要里外如一，那虽然我们内在有悲心，但是外在要表现得非常的合理和尺度，就像日本人一样啊。那我想在这一点，因为日本人是受我们唐朝文化的影响，禅宗文化的影响，吃东西就受这么整齐啊，所以穿衣服这么整齐，这么重外表啊，所以这是他们自己也蛮骄傲的。但是我认为，那我们要去学人家的优点啊，那所以各位呢，要再背一次：以地球为道场，啊，以众生为父母，啊，以法界为净土，啊，如何让整个世界法界都变成西方极乐世界啊？啊，那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就是要让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三宝，奉献给世界，奉献给众生来努力，这样好不好？哎。好的，举手加入阵营，开始流浪世界啊！哪里需要我们帮忙就往哪里去嘛。殡仪馆啊，殡仪馆是道场，屠宰场是道场，监狱是道场，
怨是道场，有苦难的地方是道场，啊，所以我想这个世界苦难太多了，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凡是有情皆苦，哪有不痛苦？谁都会生老病死，所以谁都需要我们去帮忙。所以下回人家亲戚朋友问你，你干嘛移民来日本？救度众生。你千万不要说那边钱好赚啊，啊，那边学校不错，我们地方不好，啊，你还唾弃自己的家乡，那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学人家的优点，弥补别人的缺点，这样就好了，啊，所以道教叫阴阳配合，你阳我阴，对不对？佛教是你黑暗我光明，啊，你骂我，我称赞你，你恨我，我爱你，这是真理，永恒的真理。恨不能消除恨，血不能用血洗干净，暴力不能消除暴力，唯有无恨无暴力的慈悲可以消除暴力。赞叹佛陀啊，这个真理啊，所以要讲世界和平，那要学佛法，这是真理。那佛法的精髓就是慈悲啊，不是光学术。如果只有装一种禅定，我不要有烦恼贪嗔痴，那又落入个人解脱道了。世间人叫小乘，并不是他小，道理都一样，只是他把佛法的道理用在自己身心的净化，和忘了把佛法的道理供养给众生啊。所以我们都希望所有如母亲的众生都得到佛法，他喜欢念佛，他喜欢真言宗，他喜欢小乘，他喜欢人天福报， OK 都给他啊。所以他喜欢天主教，我们也要希望他升天啊。所以我想佛法讲的空性，它是中立的，超越宗教的宗教，包容一切宗教的宗教。千万不能说我是佛教，你是其他宗教，有对立，那你才不懂佛法啊。佛教讲空，空就是超越一切，它没有形象了，凡所有相都是暂时的、虚幻的，利用这些来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啊，万法都是虚幻的、无自性的、空的，在这一点必须表现好。所以各位，下辈子如果你证了空性，去做牧师好不好？你要说好，你不要一直摇头啊。去做神父好不好？好，你要做，做日本人、做德国人，你都要做啊。为了要帮助军人，要不要做军人？你要说好，站在前面杀，杀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把对方的痛苦给他超度了，了解吗？啊，所以，但是你要超越一切，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你还不了解空叫平等，啊，你讲一切法，毕竟空，毕竟平等，绝对平等，没有分别，啊，如果你有分别，你会痛苦。我喜欢他对我好，我不喜欢他骂我，我喜欢健康，我怕生病，我喜欢生，我怕死。所以你有这种相对的，那就会有生生灭灭，那你就会痛苦。所以当你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快不快乐？还蛮快乐的，至少有，虽然寂寞也很快乐。但是你现在开始有老公有老婆了，快不快乐？说来话长，又快乐更痛苦啊！就是就像我生一个小孩，我就后悔了一辈子啊！我绝对不再生第二个。为什么？因为生是一种苦，为了我们的快乐建立他的痛苦。所以现在很多人结婚，问我师父要不要生小孩，我带你去，不用生，人家生好了，认养一个就好啊，不是我生的，你看你好自私啊，不是我生的，你认养了到了都做过你女儿，都做过你儿子，不然你认识不了他。各位你相信我，你在家里请一个工人，这个工人一定是过去你的亲人欠你债，这样而已。像我的妈妈现在是一个印尼的一个菩萨在照顾她，我请我们打坐的法师一看，哎呀，那是你妈的女儿。我说对啊，我妈妈爱她超过我，因为我妈妈这辈子就想生女儿，生了四个男人都没生女儿，这个女儿生在